两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搁一届有机会做伙来看上帝话。咱今日要做伙来看《民数记》24章一直到25章。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代志，是发生伫约旦河的东边，的摩押平原的所在，也就是以色列百姓因准备要进到迦南地进前所停留的一个所在。咱若是稍微看头前的几章，咱就知影经过记载这段经文的背景。以色列民族因来到迦南地的周围，已经前后打败几啊个当地的王，这让附近其他几个民族因的王非常的紧张，特别是摩押王巴力，伊知影家己毋是以色列人的对手，所以伊就联合米甸人要做伙来对抗以色列民族。除了安尼以外，伊嘛阁去找一个先知，叫做巴兰，希望通通过即其他宗教的鬼神的气力，通得到帮助。24章的第3节到第9节记载了，原本从找来要救助以色列人的即个巴兰，反倒当祝福以色列会当真侪子孙，伊的土地真肥真水，伊伫战争内面通赢过对敌。这让开钱请伊来这个巴力王非常的受气，就叫伊爱离开，转去到本地。巴兰伫伊要走进前，伊搁较进一步来预言，以色列要打赢摩押甲以东，将来也要有星来出现，会有光来兴起。直接所讲的星和光，伫当时拢是咧讲王的官兵，一款的象征。个人，咱来看以色列的历史，300年了后，代表的王朝兴起，成做一个真强盛的国家。咱买当更加时间又往较远一点，这个预言伫弥赛亚，也就是耶稣基督伊的身躯顶，进一步来实现。基督伊对以色列的家出来，通成做全体人类的拯救者。愿咱拢通对这位上帝所兴起的伟大的君王。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同领受满满的恩典和祝福。